晋唐永，让我们欢乐鼓舞，将光荣归于天主，因为我们全能的天主上主为王了。阿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在这个复活期那里去走近捉紧天主。今天我们邀请天主将我们的内心又再一次铺平，成为祂的祭台，成为祂和我们悦乐的空间，成为我们和祂共融相遇的地方。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承认我们的罪过，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愿你的子民常常生活在喜乐中，因为你更新了我们，使我们朝气蓬勃。我们今日庆祝重生成为你的子女，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恩之心和确实的希望，期待永远复活的日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腓利伯的群众齐来攻击保禄和色拉，官长就撕下了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殴打。打了许多棍之后，就把他们押在监里，吩咐狱警小心看守。狱警领命，就把他们关在内监，又在他们的脚上戴上木架。约在半夜时分，保禄和色拉祈祷赞颂天主，囚犯都侧耳静听。忽然地震大作，甚至监狱地基都摇动了，所有的门立时开了，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狱警醒来，见监门全开着，以为囚犯都已逃走，就拔出剑来想要自杀。保禄大声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还都在这里。狱警要来了灯，就跑进去，战栗发抖地俯伏在保禄和色拉面前，然后领他们出来说：先生，我当作什么才可得救？他们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他们就给他和他所有的人讲了主的圣道。当日在那时刻，狱警就带他们去洗伤，他和他的亲人也都领了洗，遂又领他们到自己家里摆了宴席。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都满心喜欢。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求你伸出右手救我。上主，求你伸出右手救我。上主，我要全心称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的恳祈。我要在众神前歌颂你，朝你的圣所伏地致敬。上主，求你伸出右手救我。为了你的仁慈和至诚，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我几时呼号你，你就俯应我，并将我灵魂上的力量增多。上主，求你伸出右手救我。你用右手救我，伸手抗拒仇人的愤恨。上主必替我完成这工程。上主，你的仁慈永远常存，求你不要放弃你的作品。
上主，求你伸出右手救我。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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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主说：我要派遣真理之神到你们这里来，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耶稣对门徒说：现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给你们说了这话，你们就满心忧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当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顺从我；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你们再见不到我。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断了。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正如之前琴日都讲过这个福音呢，我们一直看约望福音，都是看越来越多，都是主要是看有关圣神。耶稣这里再讲得更清楚了，在这个十六章一直讲下去的时候，他说我必须要去，因为我去是为你们有益，正可以派遣圣神，圣神来到我们当中是紧要过耶稣，他的血肉之躯仍然在我们当中。昨天都已经讲过这件事，就是耶稣要离开，就好像家长要放我们出去，要放我们出去，等我们正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将来打算计划负回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负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呢，不是我们自己单单我们自己的力量，要我们意愿，要培育一个意愿，然后知道有圣神在当中去扶持我们。在这个我们很多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的。无论我们行什么路、什么背景、什么年代的人都好，什么的人种都好，普世这么久以来，由最初到末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明知道不会真的帮到我们的坏事，我们会捋个头埋去。我们明知道会祝福到别人，亦都为我们自己好的好事呢，我们不肯去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硬是那一刻想到很多原因出来的。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想到就是，哎，今次不同的。今次会是特别的，今次我是可以做了又不用犯法的，不用犯罪的。今次会真的开开心的，很满足的。我做完这一次，我就以后都不会再做的了。很多这些东西会爆发出来，或者我们有好事应该做，不肯去做的时候，说这家做的事紧要一点，我紧要一点，那个人我不帮他都没什么所谓，他都帮不到他什么，或者都有其他人帮他。我们会想很多的原因出来，但是那时候过了之后，我们知道那一刻是我们发疯。那在哪里来呢？这些脑里面突然爆很多的东西出来。当然即系有魔鬼喺度泼行啦，咁但系随之之外咧，系人嗰、那个嗰个 inertia， 嗰个惯性做开嗰样嘢，我哋冇刻意咁去突破佢咧，去剪断佢咧，去弃绝佢咧，去尝试去培育一个抗拒呢个嘅新嘅习惯、新嘅方向咧，
咁我哋一去到嗰一刻，要选择嗰一个时刻咧，好多时都太迟，太迟。我哋会呢度可以明白保禄所讲嘅啊，我里边好似有两个势力啊喺度斗争紧，所以我知道要做嘅，我唔做；我知道唔应该做嗰样嘢，我去做啊。系嘛？谁来拯救我啊？佢话佢里边嗰个肉性啊，同埋佢嗰个理性啊，嗰、那个灵性啊，喺度斗争啊。自己是不能自拔，咁我哋都经历到呢样嘢，咁又感谢天主藉着耶稣，感谢耶稣基督啊！我哋都同样，所以喺圣神，点解圣神咁重要？就系俾我哋知道，我自己做唔到啊，我自己做唔到啊，我要捉实天主啊！但系天主已经喺我哋里边，我哋充满住领受咗佢整个嘅圣神啊！但我哋有几可喺？一朝开始嘅时候，一日嘅开始嘅时候，一日唔同嘅时刻嘅时候，会呼求圣神，圣神矫正我嘅道路，矫正我嘅方向，圣神缓持我嘅对引诱嘅反应啊，缓持我嘅狂妄嘅疯狂嘅思想，催逼我做嘅嘢，圣神帮我去静落嚟，将呢啲咁嘅嘢交喺你台前，呢个系我哋点解需要圣神啊？其中一样嘢就系佢辅助我哋，佢系我哋护卫者。但我哋要识得佢，识得去利用佢喺我哋内心嘅临在啊。所以点解我哋会听到保罗会话，我哋要不断地祈祷啊？有冇可能不断地24小时，每一秒钟都喺祈祷状态？冇可能。但不断祈祷意思即系话，我一醒觉到，我就去呼求天主。或者唔使咁複雜，就可能好簡單，就係呼求天主嘅聖名啊，聖父、聖子、聖神。或者好多傳統會講耶穌、瑪利亞、約瑟啊 ，Jesus、Mary and Joseph 啊，即係呢有時會幫我哋好簡單一個幾秒鐘嘅都唔使嘅説話，會幫我哋睇翻就係我做緊乜嘢啊？係我嘅身份，我嘅目標係應該喺天主嗰度。我是他的宠爱的仔女，我是走向他，应该带人去那里，然后将他的祝福带给其他人，我就在这里，我回到这里，这个我们感谢，所以感谢耶稣给圣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耶稣的父亲做我们阿爸父，有耶稣做我们 的导师，有圣神做我们的鼓励者，还有燃烧的热火在这里，所以让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我们未振作，再摆翻自己喺天主嗰度嘅时候，我哋依家即刻做啊！主耶稣，我将再一次我嘅心里边所渴求嘅所走向嘅方向，我摆翻喺你嗰度，由你圣化改造重新去指向我要行嘅目标，改造我内心嘅依归嗰个依赖嗰个信任。的空间的位置，感谢主，阿们。让我们齐心呼求天主，将我们的需要摆在天父的台前。今天我们为我们自身的成圣的道路祈祷，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目标将我们的思言行为，将我们的意愿，将我们的渴求再一次容许圣神去更新，而且日复一日让我们被提醒，被天主去提醒我们要奔向他那里，时时刻刻将我们的思想行为模式呢容许天主圣神去改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在这个疫症之下受苦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患了病的或者今天面对死亡的在那些在一些隔离的住所是高危的老人院、安老院这个很多的残疾人士的住室他们的住所很多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的住所那些 shelter 那里很多疫症都在这些地方爆发被骰子的人难民他们的住的地方愿天主在这些地方那里临在
他们身边，治愈他们，保护他们，赐他们安全，临终的人士赐他们归化和平安。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所有的科学家、医学家能够尽快找到疫苗和医治这个疫症最好的药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疫症的结束，为当下很多人因为这个疫症所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弟兄姊妹，在精神上、在情绪上受极大的抑压、波动，因而变成了抑郁，或者变成了愤怒，变成了暴力，被这些势力催逼的弟兄姊妹，愿天主赐他们平安，治愈他们。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所有的前线人员，为所有的政府人员，能够各人按照天主给的智慧，能够可以守他们的岗位，真的为有需要的人能够付多一份的爱心。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我们每一个身边所可以照顾到、接触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发更大的爱心、无私的牺牲，去懂得去在这个时刻更加去懂得去缔造和平、友爱、共融。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仁者天父，请收纳我们的祷声，助佑我们时常仰赖着圣神在我们内心的工作，追随你的旨意，成就你给我们要做的爱的行为。以上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赐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你使我们藉着庆祝逾越奥迹而时时感谢你，求你在我们身上不断施展救赎的工程，使这奥迹成为我们永远欢乐的泉源。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基督藉着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完成了旧约的祭献。他为拯救我们而把自己奉献给你，
亦同时充当了司祭、祭台和羔羊，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者，主我，我们纪念你的死亡，庆祝你的光荣复活，期待你的光荣再来。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普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罪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永，基督必须受苦，又从死者中复活，然后才进入你的光荣。阿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准备你们的心灵，去和耶稣进入合二为一的共用。我的耶稣，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使这分施救恩的圣事带给我们现世生活的助佑和来日永恒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向圣尼厄尔总领天使祷文。
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哋今天亦继续系呢个慈悲串经，系为喺呢个疫症中面临死亡嘅今天面临死亡嘅弟兄姊妹，同埋过往呢一日去世嘅灵魂，愿天主洁净佢哋，愿天主收纳佢哋，愿天主唤醒佢哋，去拥抱佢，去追随佢。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夫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印，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临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义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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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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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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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子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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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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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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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